这么多年，你甚至不愿叫我一声父亲，哼，是吧？说吧，我们是专业的，只要你还演，不论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，除非经费不够。 我就知道，身为我最骄傲的儿子，你已经抵抗住诱惑了，但……我演这一季，我想当法师。 进展法师吗？现在懂，没有人比我更懂心了。